安安你好啊，开始放第三代，可是第三代感觉比较慢一点，全 3D 的转场有点硬啊。上面有一书一加二同通卡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实况完了，我现在要换三代。嘿，因为刚好看 PC 上有，所以就 PC 了。这一代放魔法是有语音的，等下必须输。对，不过这个还好啦，就是这个只是去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就引发战斗。单纯只是游戏时速太短，然后要你有语音，但是游戏时速太短，然后要你跟全村的人讲话。我一说，早期一书认的就是。还不会完全跟你说要走下一步，有时候你会卡住，然后变成说你每个地图要走一遍，没攻略的话真的要这样。那个你要侧面的，你要侧面这样撞下去。二代就比较不一样，二代可以直接撞，跟一代它比较讲那个角度，有好角度的话就可以。是有点怪。
毕竟它是很久以前的。但反而你是那个最后的 BOSS 比较蛮简单，你全身穿银色的装备就很好打，直接硬碰。可是前面的王就比较麻烦。对，变慢了，因为它 3D 化了， 3D 化了就变慢了。而且他故事好像更长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会释放很久。它新增蛮多东西啊，像防御啊、反击都有。没有那种快速的感觉吧。嗯，而且比较冗长，整个剧情拖太长。像刚刚我开始到第一场战斗，半个小时才开始第一场战斗。一代跟二代一开马上就可以直接战斗，就是慢慢玩吧，先玩第一部曲，如果第一部曲它比较没那么 OK 就再说。我觉得它有一个优点，它在升等的时候经验值不会归零，你多获得会直接算到下一个等级，这点我还蛮喜欢的。不用一直算说谁哪些人他们经验值还一大半，或是升一点点，升一点点的时候又不敢去收尾，等一下太浪费经验值。人马队友，二代好像也有人马不是吗？二代的那个修一也是人马。好像就光明与黑暗吧，人马会变成同伴。很多游戏都是特异种族都不会加入。嗯，说的也是。
他等级太高了。喂、欸。反击啊！反击！反击！我觉得主要是步调太缓慢，所以拖累了大家对这游戏的热爱，热爱之心。二代它优化蛮好，可是换主机之后第一次 3D 化。虽然这样，打生你。这地方太慢，差一滴。二代算经典了。交谈，哎，还有交谈功能。加入了。逃跑干什么？我倒是希望他能变同伴的。哎呀！最后来查个这一代的
现在功率。哦，伤害蛮高的。说到一代。既然觉得挺崩，那就算了。反正一代我们也实况玩嘛。整体我就觉得说，如果要再玩的话，我是会玩二代。二代真心觉得不错。收礼，收礼。咦，雷声的，他刚刚不是有打怪物？没有解读啊，听起来好像好像谁有解读手？哦，有有有。借加速功能，好像五 D，
才会全部都被干掉。不会吧？
希望不要一击必杀。不敌。进去了。打倒这些会不会太困难了？防御比男主角还高。下去一定可以。
最后一招。搞定，真的，真的。可以有两次，不会说还要打完那一批才可以。
成为友情关系。我这代好像还有友情系统，我不知道那个有什么用，说不定根本就没什么用。哇，还要打吗？啊，行行行。不要不要不要，糟了。哦，还好。说一次不行，没魔力了。来打我，
38加血，八滴。杀他没关系，哎，防住了。和丹塔雷射友情关系变成亲密是吗？之后我再来看他这攻略到底是有没有攻略书。